平。哎，这两。我这球。在这个反手相持啊，梁靖昆抓住机会，展开了进攻。控制上手，龙是两届世乒赛的男子单打冠军，2021年的休斯敦和2023年的德班。哇，哎呀，哎，这球，哇！这分球，梁靖昆的落点意识。哇！这两拿下，双方来到了10-10平。接下来是樊振东发球。樊振东打了一个，哇，进攻，11-11。梁靖昆依然是有压力的一分。接发球没有你。樊振东继续举点，梁靖昆发球。哇，这个球开得太好了，之前一直有正手位小三角的这个牵扯，刚才那个球梁靖昆在正手位小三角拧拉也是让樊振东感觉出来了，梁靖昆对于这个落点上的发球准备的比较多，直接偷了一个梁靖昆的反手位的极长，就直接转化成得分了。反手起板没有上台，这球在反手比分16-15，梁靖昆的第三个局点。哇，16-16。反手的一板 boss。有点着急上手啊。哇，准备得很。哇。